欢这首歌吗？我就喜欢你们说喜欢。那你们喜欢我吗？喜欢。你不觉得我今天很帅吗？啊？不帅吗？我觉得很帅啊，很帅的。好了，接着呢，我要来唱一首特别的歌曲。然后你们会想要一起唱吗？你们答应的，我唱一句，你们唱一句哦。好。好哦。哎，那这首歌叫做《赠予》，你们有听过吗？有。Oh。1, 2, 3, 4。真实的自己。小潘就用他的麦克风跟我说：“哎，我的右边的头发翘起来了，是不是？”他还帮我把耳机拿出来，这就是没有rehearsal过。谢谢啊！现在这样有漂亮了吗？好，下一首歌是《赠予》哦，你们会一起唱吧？对。